1940年，中国抗战处于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法西斯趁德国横扫西北欧、英美无暇东顾之机，急于征服中国，南进太平洋，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进行持续轰炸，在军事上实施打压，在政治上采取诱降，国民党统治区妥协和悲观的情绪日趋严重，日军调集重兵，对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不断压缩八路军的抗战空间，抗战形势更加严峻。1929年5月16日，江汉平原7000多平方公里又没守住，大半个中国已落敌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总司令，我们撤吧，我们必须撤，我们守不住了。我不走了。不，我们不能留下你，我陪你走。天津没守住，我走了。北平没守住，我走了。华北没守住，我还是走了。即便我张自忠不走了，不，带走！你是总司令，我们不能留下你，我们不能走，张将军。哎，thank you.
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欧洲战场上，波兰沦陷，丹麦、荷兰、比利时也相继投降。那个昨天还号称陆军欧洲第一的法国也投降了。哼，看来嘴巴硬，抵不过膝盖软呐。形势复杂呀。三月底，汪精卫成立了伪政府，到现在，重庆方面已经有100多万军队投降了。据香港来的情报，日方与国府有着密使来往。一败平津，再败淞沪，华北华中大部分丢了，眼下华南也是危在旦夕，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需要一场大战的胜利。消滅させられた中国軍の将校たちは117名に達した。北方に向けてソ連に進撃、もしくは太平洋へ南下し、シナとの戦いを終結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しシナとの戦争を終結したいならば、その前に戦いの成果によって戦いを維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してそのためには必ず先に他国の安定を保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报告，先遣队再次发现日军多个据点，我们的行军路线是否改变？知道了。目前，日军针对我们的游击战制定的囚笼政策，使我们完整的根据地只剩下了2个县。日军依托铁路和公路交通线，修建了很多炮楼和碉堡，还有一些军事据点，你看，并且有越修越多、越建越密的趋势。在这边、这边这几个方向上都有所加强。看来他们是想织成一张大网，彻底困住我们。囚笼的囚字怎写？有谁见过囚笼什么样？日本人要困死我们，我们就要拆掉他这个牢笼，改写这个囚字。亲自制定这个作战计划的，就是日军华北地区的最高司令长官多田骏。记住这个家伙，我要破掉他的囚笼。この男は共産党陸軍の中将で、八郎軍の副司令。武田家しいこと虎のごとし、志は鋼のごとし。その名をパン・ドー・ホワイと言います。この男はズオチェンと言います。パン・ドー・ホワイを補佐しております。かなりの有識者で、ソ連での留学経験もあり、兵略にも精通しております。彼らは民間に身を潜め、百姓を装い行動しています。そして彼らは大衆を見ず、自らを魚と例えます。我々の家屋治安粛清計画は、いわば魚と水を切り離すということだ。中国の言葉で言うと、池をさらえて魚を取るというやつです。家屋のこの二人はそれほど手強いのか。もう一度。二人の名前を言ってくれ。貴様ら、しっかり覚えるんだ。パン・ドー・ホワイ、ゾー・チェン。パン・ドー・ホワイ、ゾー・チェン。オThank you.
命令，拿来。ご苦労。この計画は司令部が非常に重視している。我々の持つ西隊、道歩、兵艦、津歩の4つの鉄道を用いて檻のように囲み、傲慢で不尊な八路軍を閉じ込めるんだ。檻を中国人は中論と言いますが、我々はそれを家福治安粛清計画と名付けます。鉄道は柱、道路は鎖、統治下は鍵となり、家福の安定を得ることによって共産党軍の活動区域を狭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諸君殿、中国人のほとんどは我々の味方ではありません。奴らは八路軍の支援者と兵隊予備役です。我々はすでに大本営より明確な指令を受けている。作戦が行われる区域においては人滅作戦を執行する。人滅作戦、殺し尽くす、奪い尽くす、焼き尽くす。はい。始めろ。はい。火をつけろ。始めろ。短短的一个村子一下子就这么没了，他们这是想灭种，这个仇必须要报。我们前几次的破袭打得不好，打得不好也打得不准不狠，球横竖四面封得严严实实的，你破一横不够也破不了，你破一竖破不下去，要破就破他个七零八落，人仰马翻。我弟兄，不破不立，只有死人才躺在棺材里，让他尸体腐烂发臭。但凡有口热气，他就必须冲出囚笼。怎么个破法呢？多点出击，全面开花，把他个囚笼打个稀巴烂。多点是多少个点？多点就要一拥而上，大家一起上。这是什么打法？碰得坏他法。这样做我们很冒险，一个人被关在笼子里，如果气都喘不了，他还怕什么冒险？你看这么宽阔的战场上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战斗，又想多点进攻全面开花，这是战略级别的动作，这样一打就等于把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底牌全部都亮给了对手。在牌局上，谁先亮出自己的底牌，往往谁就首先会陷入被动。
左权呐，你我戎马生涯十几年了，十几年，几千个日日夜夜，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故事是一演再演。可是我们走过来了，你我还站在这个地方。但你我站在这儿，不是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是为之大众，救他们于水火。姚家峪的事情你都看见了，三光说没就没了，说不定很快整个中国就没了。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临京之战、忻口战役、枣宜战役都失利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麟、张自忠他们也都不在了，日本内阁做梦都在希望我们失败，梦想着蒋汪河流，日军的囚笼就像绞索一样套在我们的脖子上，越套越紧，再不撕破这个牢笼，姚家峪的惨剧就会一演再演。你是想通过一个更大的动作来证明八路军的存在，来证明中国人还在战斗，那我就必须调集根据地所有的力量、人力、物力来给予保证。好吧，我去做方案。知我者，左权。哎，等等，鬼子屠村，气得我把腰带都绷断了，能帮我找一个吗？主帅没有提气的东西可不行。这样吧，你就用我的吧。腰杆不硬，江山不幸。参加八路军，我叫姚尚武，黄埔六期炮科毕业。你看，啊，张将军的部下。嗯。这是你的马。好马。是我们的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你们派这匹马跟着我们去打鬼子。老彭这大半夜的叫我们过来，肯定是有大动作了。是啊，罗长好。把大家圈了一整天了，意见也说了一箩筐，博生、小平、向云同志远道而来，脸都没顾得上洗，辛苦大家了。洗脸的事儿怕是一时顾不上了。彭总，你是不是让同志们出去透透气啊？我也是好几天没洗脸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冲破囚笼，雪耻，雪耻比洗脸重要。这个计划在朱总司令返回延安之前就已经酝酿了多时，它涉及到了兵力问题、装备问题、伤亡的问题等等，甚至考虑到了怎样应对日军随后的报复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了根据地的存亡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不打的话呢？那么如果不打就会亡国灭种。夜深人静，马蹄声碎啊。
你又睡不着了？哎，我睡不着，这个时候彭德怀比我还醒着呢。哎，不仅彭德怀，伯承、小平、荣臻、贺龙、项英这几位，我估计啊，他们都睡不着。老彭睡不着，大家的眼睛也都瞪着呢。老彭的电报我看了，从全国的抗战形势上看，无论从战略的层面还是战役的层面，我们都应该打。老彭这个人呢，想不好不说，说出来必做。战马半夜嘶鸣，就让这场大战开始吧。嗯，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金蒲铁路都在这里，车站、桥梁、仓库、矿山，日本人的神经都在这里，整个华北都在这里。有情报说，日本人早就想除掉我彭德怀，那就让他来吧。其实我一个彭德怀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在这个屋子里就有众多个彭德怀，从师到团，从团到连，纵横上千里。你挖铁路，我炸桥梁；你攻车站，我拿矿山。这就叫大破西。你要让日本人数数，我们八路军究竟有多少个彭德怀。所有电台和波段锁定信号，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386旅、独一旅，跟鬼子拼命没问题，可我们的武器不行。武器不好管鬼子要，执行吧。战斗部队多都是新兵啊，士气都很高涨，但是新兵跟鬼子打，我打仗不见血，新兵永远都成不了老兵。吃亏的仗我们当然不能打，在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这五行确定之后，行动要坚决。困难可以提，但任务必须完成。彭总，下命令吧。左权呐，咱们俩高矮胖瘦都不一样，但你给我这个皮带正合适。这可谓胖瘦有几，腰杆一致。腰杆一致，我喜欢听这个词，不愧是黄埔一期伏龙芝军事学院出来的。等战争胜利以后，我送你一条新的。首长，我那可是苏联货，我给你中国最好的。对表，现在时刻15:43，15:43，命令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所属的所有作战部队，8月20日20:00，对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和金蒲铁路以及上述地区的所有公路交通网，破袭作战全面展开。是。Thank you.
一体何が起こったのだ。兵艦、刀砲、西対戦の複数箇所において同時に脱線事故が発生し、鉄道局は運行中の全線の停止を余儀なくされました。貴様ら一体何をしとった。それはつまり河北治安区の鉄道輸送が全て麻痺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か。あ、実は道路局からも損害報告があり、情報を確認中です。誰か河北で何が起こってるのか説明できる者はおらんのか。おらんのか。战斗打响之初，我们计划投入的兵力是22个团，但是因为准备充分，后来实际参战人数远远不止这个规模。现在在700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我们的士兵就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个个都是热血男儿，像猛虎下山一样呼啸而出，扑向敌阵。士兵和百姓的火早就憋得要炸了，这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要把心火和怒火换成复仇的炮火。现在都在按我们的预期进行，正太路已经被我们打成了筛子，变得支离破碎。这才是开始。岳飞保国刚刚出关，万里长征才过了赤水，拆和破后面要紧跟上一个字儿。那就是打。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娘子关车站。娘子关车站是贯通晋冀的交通要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日军把这里变成了兵源和物资输送的重要转运站，要取得破袭战的重大胜利，就必须拿下娘子关。命令黄石政团和梁山的县大队分别向娘子关车站东西两侧发起攻击。陽線から上士館までの線路はすでに復旧しております。すぐ上士館へ行け。増援を送れ。での戦闘はまだ続いております。それはただの破壊ではない、侵攻だ。戦略的侵攻なのだ。
将也走恩师路。 就是头恶狼，狙击将后退。 苏联啃过洋面包，打坦克，什么武器又快又重？用坦克打坦克，可对付装甲列车呢？那只有攻其不备，找他的软肋。谁能干掉那个东西？那就用炸药炮，都用机关。没有，你有办法，就用它。我得要个会开火车的，有会开火车的吗？我。 抢到扳道上！ 怎么还没有大家门？
火车都开过来了，火烈火，跟我上！团长，你掩护，盯着，跟我上！我们一块跳。復旧の余地はあるのか。四つの鉄道を復旧するには18ヶ月かかります。1ヶ月半で復旧させろ。はっ、はい、はい、岡崎、モンゴルより戦車旅団を呼び戻せ。は、屈辱的な傷跡だな。娘子关这一战，我们已经把多田军打懵了。多田军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首长，战况汇报。讲。大破击阶段，破坏日军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道、车站258处。原计划动用22个团，现在报上来的参战部队番号有105团，其中有2个团的战果还在核实。不管他是100几个团，我们就叫百团大战，就叫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埃德加斯诺的东方朋友称之为百团大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在他的书中登场。无论这次进攻的策动者和指挥者究竟是谁，他和他们无疑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投降。面对轴心国的战争暴行，他们将继续战斗，哪怕是孤立无援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传言，中国仍在战斗，他们不会同日本政府或日本军队妥协。一切的事实证明，日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稳固。他们坐在一座随时都有可能喷发的火山之上。据悉，组织这次百团大战的是华北的八路军，
具体战果仍需进一步核实。崇祯，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抗日的？民国26年。但要是从918算起，我们已经整整打了10年。是光绪21年。那一年，清廷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那一年，老夫在台湾参加了抗日军，中国人铃声抗日，于斯实施。我今天这场战争，我已经打了整整45遍。这是见血性的时候，你是三军的统帅，前方打了胜仗，你得有个态度。老总，我给老彭你这份电报，你看一下。百团大战实在是振奋人心，可否再组织一两次这样的战役？好啊，老彭一声吼，华北抖三抖啊！总算有了个扬眉吐气的时候啊。但是敌我力量毕竟悬殊，仗再打下去，再扩大规模，我怕老彭他们能撑得住吗？低谷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老彭已经擂响了战鼓，接下来他应该知道怎么把鼓槌敲到日寇的心窝子上。这我信，左权、刘邓、荣臻、贺龙，他们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原来预计一个星期的仗，我们艰难地打了一个月，按说我们应该休整一下，但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休整，我们要一鼓作气，不衰不竭，乘胜前进。占据点，收拾地，要让靖冀豫、晋察冀和晋绥三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要继续扩大百团大战的影响，我们要让投降派丢掉幻想，要让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看到希望。仗是打出来的，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县大队了，你们是八路军新编第七团。收起。旗手的职责是什么？人在，旗在；人不在，旗也要在。人不在，旗也在。旗帜是指引胜利的方向。是。委员长，八路军的嘉奖令已拟好。聂远，贵部窥伺良机，断出击，与敌甚大打击，特点嘉奖。发下去吧。是。100个团。下根，貴様に重要な任務を与える。こいつと組んで八路軍を潰してこい。はい。これは返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陈主任，最近上级有通知，日本人派了很多特务，一定要提高警惕。放心吧，我们只认路条不认人。我要是负责这儿的警卫，我就会在那儿安个暗哨。
把东西都放在那边仓库里啊。冯师傅，哎，这辣椒面可还要再细啊。冯师傅啊，有事找你啊。啊，缴获了一门炮，他说能修啊，您看看这炮啊，一半活可修不好。哎，冯师傅，过两天还用它打炮楼的呢。哦，那我看看吧。谢谢。不客气。哎，那位老乡，铁轨搬那边去，搬那边去啊。哦，好的。哎，冯师傅，这辣椒面是干嘛用的？这可不能告诉你们。这小鬼子总躲在炮楼里不出来，我想了个办法，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有了新型炮弹，没有炮可不行。朱总、彭总来我们兵工厂的时候说了，不仅要造好自己的枪炮，还要利用好缴获的敌人的装备。你看看。我看看。哼哼。嘿，太有想象力了。嗯，你说什么？八路军的作战观念的确有它的独特性，这在全国的抗日队伍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是说我们八路军吗？我是说咱们的八路军。来来，把这个支起来。嗯。这是县委在组织各村的老百姓，集中为八路军的第二阶段拔顶行动在做物资准备。从大破西开始，八路军一直是全力以赴。你看看这些老百姓，没有他们的牺牲，能有我们今天这个局面吗？百团大战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这个是长春时期我们老穿的嘛？啊，定的真好。不用啊。左权，延安会清清楚楚，这样的战役可以继续再打。百团大战破袭就是个引子，就好像是炸药包刚点上的导火索，导火索点燃了，炸药包就得炸，它不炸它就是一颗臭弹。西营屋是日本人在华北的心口窝，不在他心口窝开花，他们就不知道我们八路军的厉害。先把他打懵，再把他打痛。对，把他打急了，只要鬼子急了，乱了阵脚，全国抗日战场就会重新布局。报告，首长，西营屋敌情有变，120师再次来电。念。昨天下午，西营屋补给站突然有大功率发动机的声音传出，目测侦查似乎有战车活动迹象。什么叫似乎有战车活动的迹象？让他们再报，报清楚。首长，120师的电台信号半小时前已经中断了。看来我要亲自跑一趟了。备马。是。等等，路程这么远，注意安全啊！快去快回。是。
太监，这是我的良民证。有事，同志。走。太监辛苦，太监辛苦。情况汇报完毕。你就是王大敢？报告首长，我就是独一旅西面第五团。我知道你。首长啊，一个日军的装甲分队，再加上200多个鬼子，让他们硬啃，非把牙崩了不可。首长，据我侦查呀，那里面还有好几辆那个坦克车呢。坦克迎面过来的时候很吓人的。但是他有他的弱点，他那个履带只要有一个销子被打烂，他马上就趴那不会动了。这次总部是下了大本钱的，总部炮团师属炮营编成了一个炮群，直接配合你们作战。兵工厂的同志们在昼夜加班，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一个，西营务就是个铁核桃，我们也要把它咬碎。回电左舷贺龙，同意你们攻打西营务的计划，调派黄志正团与外围阻击日军增援的坦克分队。参谋长，彭总呢？回电了。念，同意左权贺龙的作战方案，明天拂晓开始攻击。好，下面就看你们的了。哎，参谋长，啊，你这个假汉奸责任很大，明天能不能够顺利的混入第一个炮楼占领制高点，是这次突击的关键啊。请首长放心，我已经当了好几个月汉奸了，敌人呀是根本不会怀疑我的。只是什么？说呀。被别人骂成当汉奸的滋味，这心里面啊是真不好受。他老婆孩子现在还以为他是汉奸呢，至今不肯让他进屋上炕。没关系，打完了这仗，我给你平反。太监，好吃的哟。好嘞好嘞。哎，太君，我是来给你们送吃的的。哎，哦，下。按原计划开始行动。
将軍、シーイングが八路軍に襲撃されました。敵の兵力はまだ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ません。 向安号炮楼的火力点，突击队立即向安号炮楼发起攻击。 通过公路就接近二号炮楼了。戦車部隊を派遣しました。车长一露头，就干掉他。多少？我在死人站。请求火力支援，命令炮兵把中间那个炮楼给我端了。注意，右边的炮楼里有老百姓，让他们别打天了。是。两个杆同时向前推，给油门，那就走了。哎，中了，走啊！注意隐蔽！没想到啊，继续撞天，把城墙上的机枪火力点给我轰了。撞天完毕，发射。他进入的毛孔，他进入的毛孔，凝固油水，凝固油水。只剩下有老百姓的炮楼了，命令炮兵上拉炸弹。你干嘛的靠？你干嘛的靠？
还苦个点肉，喝点肉。天军小弟，天军小弟，跑，快跑！封住敌人的火力！掩护我！鬼子的火力点压制住，阵地一发都不能留。这铁王八怎么办？没油喝，这玩意儿就是个铁棺材，炸了吧。是团长，你说什么时候咱们也能有这玩意儿？让我等打跑了小鬼子，咱也造他个成千上万辆，到那个时候小鬼子他就再也不敢来了，绝对不敢。怎么坐这儿了？等你呀。西英武这仗打得还不错。好，刘柱子牺牲了。刘柱子，老班长，长征时他是我们红三军团的连长，为了抗日大局降成班长。小窝，到。朱老总有消息吗？来过两次电话，我说主席刚刚休息。记录。是。请朱老总联系彭德怀。百团大战扩大战果，我八路军主力连战告捷，重创敌寇，必然会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此战如何收官？请彭佐审时度势，灵活把握战机。是。等等，现在几点了？主席，11点了。让朱老总12点以后再联系。
彭德怀也该睡一觉了。怎么了？这是给我的。好，你先拿着。报告首长，前一阶段的攻坚靶点作战，拔除据点900多座，另外，敌我双方伤亡人数正在统计中。已经统计出来了，你自己看吧。这就是战争，侵略者已经打进了家门，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宁可浴血而死，也绝不引颈而亡。只有如此，才对得起列祖列宗，苍天厚土。左权，我们要给烈士们立碑铭志。白川大战这一打，现在日本人肯定明白了，淞沪、武汉、枣宜，其实战争远未结束。有这么多的八路军从青纱帐冒出来，从山沟里跑出来，从地底下钻了出来。现在，他们一定会调兵遣将，把今后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根据地上来。更加残酷的战争要开始了。既然来势汹汹，我们也来者不拒。多田骏来了，李元信雄来了，那只好这样了。我彭德怀上。你左权上，我们大家一起上，怎么也得对得起他们这个军衔嘛。冯师傅，又给您找活来了。人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迅速查明情况，要联络就近的部队，火速增援黄崖洞。是。黄崖洞は守りにやすく、攻めるに難し。宮城、航空部隊の支援を本部に要請。好。情况已经查明了，129师离那儿最近，我去一趟129吧。你不能去，派特务团驰援。是。还有，必须守住黄崖洞兵工厂，家底子不能丢。快！
黄崖洞兵场已经失去了联系，这帮呼叫129师386旅太行军区，只要这股鬼子在哪里，八路军总部就在哪里。部队行动要快，是。 黄崖洞の兵工場が発生を起こしてありました。即時撤退をと。何だと？ 首长，梁生，你怎么在这儿？李寿伤了？兵工厂伤亡惨重，很多同志都牺牲，冯师傅也在里面。看看去。首长。 这个仇，要得官家脑替你们报。将军はどちらだ？あちらです。岡崎からの報告によりますと、フォンドゥーハイは十数個師団を率いて我々を包囲している模様です。 天の運も賜る。天の加護が我が国。八路軍の首脳機関は必ずそこにいる。第四
第一、第九および第十六の閣僚団は武京に移動中です。黒森騎兵団も動き出しました。天の意に背けば災いが起こる。岡崎の現在の位置はまだ把握できんのか。韓流鎮、韓可能。不能再等了，日军第四旅团明天很可能赶过来，到时候被包围的就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伯承到，小平到，陈赓、李达到，你们带领部队从两侧同时向鬼子发起攻击，并注意防止日军西逃。我再说一遍，根据地是有规矩的，凡是没有带路条的，就一个也不能放走。日军一个大队却敢在根据地来回横冲直撞，烧杀抢掠。既然他们敢来，就必须把他们留住。敌士啊，我给你说了哟。我はすでに三つの防衛線を敷いています。明日まで粘るんだ。明日までですか。下腹司令部がすでに命令を下した。援軍はこちらに向かっている。明日まで持ちこたえることができれば、奴らは籠の中の鳥だ。ここは頼んだぞ。お任せください。戦闘準備。峰に上がるぞ。は。戦闘準備。不能打硬仗的部队是没有前途的。关家脑这一仗，一定是残酷的。我们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八路军必须要以自己的血性让敢于侵犯之敌有来无回。大战当前，纪律得守在前头，哪个指挥员不服从命令，别怪我不讲情面。有哪支部队完不成任务，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去前沿阵地。骑兵尾随，解放连，护送彭总离开。是。命令炮排阻击日军骑兵。是。立刻集中兵力，尽快拿下交通。是。敌人火力太猛，咱电动快迅速突击到窑洞下方。来人，开下去快！特别报酬，电动快，收！命令炮连向窑洞开炮，发！
左翼方面が砲撃を受けているぞ。撃つぞ。はい、押さえろ。向こうだ、撃て。敵を押さえろ、撃て。你要出点闪失，我怎么跟主席和朱总交代？你们俩掩护车上后撤。是。愣着干什么？快！谁敢？彭总，你的位置不应该在这儿。我的位置由战局决定。现在战局决定你应该后撤。我现在是指挥员，你得听我的命令。我要和士兵们在一起。把车上拉下去。金刀牌给我上，上，跟上，掩护，护栏，火力掩护。向脑主峰发起攻击，兄弟，兄弟，坚持住，兄弟，兄弟，坚持住，兄弟，兄弟，兄弟。洞窟も失いました。包囲されています。笠原参謀に。いや、多田将軍に直接電報を送って航空隊を要請、ここを爆撃させる。具体的な位置は軍機で表した。カンカノンは八王に包囲をされた。我が軍はこの陣地とともに存亡をかける。以上だ。はい。为什么不让我们新棋盘上？彭总自有他的安排，等着吧。隐蔽，快隐蔽！隐蔽，快隐蔽！
没事吧？没事。你也加小心，你是我们的指挥员，不能乱跑。炮弹落下来不放心。这仗打完了，一定给我们建个机炮连，我先让鬼子挨炸。记住。梁山。梁政委，能跟你一起战斗，我非常荣幸。为了迟滞日军的骑兵，他牺牲了。特务团增援打退了日军的骑兵，发现了他。我要穿上这双带血的鞋子，踏上黄家脑的主峰阵地。九号杠，撤！把我们带领走路，主峰阵地险要，我军伤亡惨重，我们冲不上去啊。国成啊，我们伤亡太大。走，去请示彭总。部队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仗不能这么打了。这个时候不能有半点犹豫，一旦犹豫就会失败。彭总，我观察了，关墙老主峰下面那个斜坡，通知是松软的，用铁锹就可以挖开。你是说搞一个土工作业？对，搞个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挖暗道，通上去。人在暗道里作业，可以减少伤亡。从下面到上面，总共不过300米，只要掘进到敌阵地20米内，手榴弹、刺刀，都可以派上用场。这主意不错。派新骑团来，两边同时挖，把山体掏空，填充炸药，把山给炸了。是。政委。上级命令我们新集团上了，什么任务？让我们冲到关家脑主峰阵地下方。具体任务到达之后，由黄志正团长并带上镐和锹，全体都有。给我上！上！走！新集团上去了。立即展开作业，快！
出鬼子火力，让新集团加快挖掘进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主动发起的百团大战，历时五个多月，取得辉煌战果。仅前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1820余次，攻克据点2990余座，歼灭日伪军46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打出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风，反击了游而不击的谬论，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阻止了日寇诱降的阴谋，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百团大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雪下小了，我喜欢这雪下的急，下的大，就像打仗一样，要打就打大仗。100多个团，20多万人，
打了好几个月，你觉得这仗还不够打？星期团的战绩吧，果然人在齐在。其实，旗手已经换了很多人，人不在，旗也在。日寇一日不出，我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抗战胜利，我还得把这个腰带还给你呢。只要你一直用着这根皮带，昨天就和你在一起。报告。哦，黄埔六期炮科。我想跟首长说几句话。讲。枣宜战场，我亲眼目睹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回到家，我又亲眼看见我的家人，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当时我觉得天都黑了，中国完了。共产党八路军告诉我，牺牲的梁政委告诉我，彭老总告诉我，中国还在，中国人还站着。不是彭德怀告诉你什么，是你的血、你的肉、你的骨头告诉你什么。你现在不就是一个硬邦邦的八路军战士了吗？百团大战的胜利，激励着中华儿女高举抗日救亡的伟大旗帜，英勇奋战，前赴后继，天降大任，舍我其谁。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民族之后，抗战到底。民族之后，抗战。